以前爸爸跟妈妈来这边捞过鱼哦，然后家里养了好多海水鱼，还有一只河豚，香河豚，小只的。香河豚。对，后来是那个停电以后，它又挂掉了。然后停电就挂掉。对，然后妈妈，妈妈就跟爸爸说，那只香河豚很奇怪，一直游在上面。明白。为什么停电它就挂掉？因为那个要用打水的胖布啊。打氧气进去啊，打空气进去。现在这边要怎么下去啊？一样从以前那个地方下去吧。以前好像那个潮间带，对，潮间带比较那个进来一点。比较像沿路，对，比较像沿路。真的嘞，这边有沿路嘞。那之前人家说，真的很稀奇的，不是随便看得到的。那你看，真的呀！Go, go. 它变视频的。以前好像没有这座山吧？后来堆出来的。山顶啊，这是你第一次那个登顶的百岳吗？是不是？访问一下你，所以你登顶的感觉是什么？好可爱！登顶是很可爱啊。好可爱，太可爱了！你快过去看，好可爱。对，真的很可爱。你看这只哦，秃头狐狸。下山要那个踩刹车，对不对？你要从哪边下去？走草地会比较简单，这种很简单哦。这样，这样，又跌倒了，跌倒了。没有啊。你不是号称最会跌倒的吗？近一点才拍得到。来，小姐，好。
然后你找前面。没有三家，我是玲玲。妈咪。妹妹 A 选说不能生气的。我们现在要来骑铁道自行车。然后前进了，前进了，这样可以吧？嗯。这不是萤火虫，这是灯。对。看一下妈妈他们在哪里，妈妈他们不见了。好了啦，先不要骑了。好，交给你，交给你。哦，你骑这么快，左边这什么？前面有水母哎，哎，之前没有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？等下进山洞有的小上坡，我记得我再帮你。好，要是我需要的话，现在你可以骑。你如果要我骑，我再骑。哦，跟你骑真轻松哎。对啊，怎样？这是水母吧？你车上长满点点。可以吗？还是你需要我了？可以，我的脚还可以。所以这次要准，等一下有准备什么歌曲吗？我现在最熟悉的就只有《鬼灭之刃》公演团。是啊、哦。但是呢，可以假唱日。啊、哦！但是你们每天都在看《鬼灭之刃》，烦不烦？一天可以重看一次，你已经流汗了嘞。那我帮忙吗？需要再踩几下吗？好。好，这边来，我来。进山洞以后，有人下坡以后就给你了。好。下坡。前面就挡住了，对不对？前面就是有小朋友，所以那个这地方这一段可能就会大家都骑比较慢，包括我妈妈，我包括妈妈，她下车。好，交给你了。好。好。有妈妈在那里，妈妈她在那里。啊。烦，我女儿一直问我什么？哇！他会自己前进呢。对啊，这因为这边已经下坡了，懂不懂？
们一听到妈妈在挖，妈妈看在后面啊，她没有在扒你，妹妹没有在扒你啊。还没有吗？他再近一点呢、啊，再近一点才拍得到你们。你看，可以自己骑了哈，下次你跟妹妹骑来，可能不行啊。小朋友，好玩吗？好玩。我知道，带你去厕所，等一下。哪里要带小虎小心？去妈妈那边拍照，现在唱歌了，快点。可以吗？快点，妈妈。地上是什么？不开灯，不开灯，你们两个都黑的啊，这样子吗？这样我们两个都黑的。对啊。那边更大片了。字好可爱。这边，你们在后方没有吃，然后放心。